喂，嗨，兰兰，你好，请在这里签名。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司令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想死我了，怎么样？霍老师，哎，你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有见到伊恩吗？哎，没有啊，我也刚刚才到。哦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适配一下。你还好意思说我呀？ 开心了？开心呀！我终于结婚了！哎呀，这个场面啊，我想了好多次。可是今天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，我的女儿。我今天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女儿每天都是最好看的。哦，霍璇，带伊娜去休息室吧，我去应酬一下。 那你早点回来，等一下还要领我出场。放心吧，宝贝女儿，爸爸很快就回来。嗯，好。丽娜，怎么了？恭喜你！谢谢。我是说，如果陆正欺负你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 哎呀，你放心，他是绝对不会欺负我的。万一呢？万一他欺负我的话，我就立马告诉你，然后你把我抱走，好吧？爸爸，为了今天，还是不能再抱你。为什么呀？你是我哥啊，哥哥抱抱妹怎么了？ 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啦？是，舍不得。我这是结婚，又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好了好了，乖乖乖乖乖。干嘛？好了，妹妹长大了，哥哥也不能抱一辈子。为什么不能抱一辈子？我结婚了就不是你妹妹了吗？更何况。 路准是不会那么小气的。对对对，他有一点缺点都没有，对吧？当然，没有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快！婚礼要开始了，跟我下去吧。
最喜欢的人交给你了。妈妈，祝你们幸福，你可不要辜负了他。谢谢，感谢胡树的字字简言，写入戏就做，谢谢。两个人相爱就是最美妙的缘分，在浩瀚烟波，在时光荏苒之下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在了一起，这难道不正是上帝最美好的馈赠吗？尹维女士，请问您是否愿意嫁给您身边的这位先生？我愿意。请问陆准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您身边的这位尹维女士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不论是贫贱还是富贵，都与其白首到老。就是起来，不然你也不会抛下一切来救我，对吧？对不对？燕燕，你没事吧？小心霍泽宇。燕燕，你没事吧？燕。燕，你没事吧？既然你们都来了，任务交给你们了。不要走。其实我刚才说的话，回头我再和你解释。
叶娜，叶娜开门好不好？叶娜，叶娜开门啊！爸爸很担心你啊。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谈一谈。叶娜开门好不好？叶娜，让我见到你好不好？叶娜。叶娜，不要让爸爸担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叶娜，开门啊！叶娜，开门好不好？叶娜，有什么事我好商量。叶娜，开门好不好？叶娜一个人在里面太危险了，我出门了。你不开门，我就踹了。叶娜，你把爸爸吓坏了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们不要打扰我。叶娜，让他一个人静静吧。